我叫张云龙，我现在就读于利物浦大学 Telecommunication and Wireless System 专业。利物浦大学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大学，它有非常丰富的课程，提供很多很多的专业，并且它有非常丰硕的学术成果，在世界的大学排名上也有着非常高的排名。我现在在利物浦大学就读 Telecommunication and Wireless System 专业，这个专业是利物浦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专业。早在19世纪，利物浦大学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电功率传输系统。因为我非常喜欢英国的一些文化，它的历史底蕴，而且在英国的研究生学制它只有一年，在这个非常紧凑的时间里能够更快地完成你的研究生学习。我很喜欢现在的这个教学课程，我的身边现在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，还有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，和他们在一起就交流学术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，我收获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。我很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，在英国的教学模式下，它给了我们学生很多很足够的时间来给你们自己来调配，那么这样一来，我可以自主地安排我的学习、我的生活，还有我的一些其他日常娱乐之类的。利物浦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，希望你们好好加油，好好学习，考上利物浦。因为我在本科学习，我就是在英国读书，我通过我的同学介绍认识了 UKEC， 然后并且对比于其他很多中介来而言，UKEC 更加专业，更加细心。最大的优势在于申请学校这一块，因为 UKEC 在英国建立了很多有合作的大学，并且都是英国的名校，那么这样一来保证了学校的申请的成功率，也使学生有机会更多的更多的机会去走进名校。最大的优势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和学校建立了很多联系，另外我更多的就是UKEC 老师非常负责，他不管从我当时申请的时候的申请追踪，以及到之后的argue， 以及最后的 class application， 这些都帮我做得很好，我非常喜欢 UKEC。You bridge to a UK education, UKEC.